小伙伴们，我是兜兜，今天终于更新了海岛 2.0， 整个地图都大变样了。听说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监狱和矿场了，我们先去监狱看一下。从上面看变化真的是太大了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除了这六个仓库的改变，中间还多了一个篮球场，看我来个罚球线投篮。哎，不过为什么只有篮球场没有篮球框呢？这让我怎么扣篮嘛？哦，对了，这几个仓库以前可以通过小哨塔跳上去，现在虽然不行了，但还是可以利用这边的围墙攀爬上去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点呢。只不过之前门口的两个瞭望台现在没有办法上去了，有点小遗憾。除了监狱，矿场的改动也是很大的。以前的矿场房屋和屋子都特别少，所以很少有人跳这里，不过相信改版以后矿场肯定会有很多人跳的，兜兜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因为这里很适合跑酷。大家看，后续豆豆会出一期矿场跑酷的视频，而且这里不光能跑酷，还有很多猫猫点等着我们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大家还知道哪些地方有变化？记得告诉豆豆哦。